孙八那个，就把那个沙发那边排好。沙发。呀。直接帮我放。嘿嘿。OK。袜子。袜袜嘞。那个厕所旁边的篮子里面。哎，厕所那边。哦。OK。加。罚下。厉害吧？好厉害哟、哦！耶、yeah, ，我要来试。我也要啊，我画画。耶、yeah. 哇，今天家里怎么这么干净？好棒哦！ Yeah. 好棒哦！老公，你看小孩子们好棒，我们再次带他们去公园放风筝吧。妈妈去把饭菜拿出来就可以吃饭喽。